选一个就是你吧，我说那你就选权，选中文选权的话就看懂的也行，正题吧，是不是就是将来你们那我觉得那个不行，一定要听懂你是为什么不听懂，他不想不想呢，不想你们上个什么学我不能他是经过的什么吗，那你到底有什么还有什么要求，这方面有名